Kim speaking， 系、hey， 林生你好啊，收到你第89届婚纱展嗰个请柬噶啦，放心啦，到时我哋会准时到。诶、hey ，by the way， 代我多谢大会嘅邀请啊，到时见你，拜。婚纱展已经来到第89届了，今年人流比预期更多，大会还加插了天长地久择佳期的环节，好高兴邀请了李希文史哲学家根新子小姐。根新子祖籍上海，自细离乡别井，中学在赤柱圣史提反书院寄宿，之后更接受英国高等教育，回流后曾任职律师事务所、领事馆、金融机构、商界和教育界，期间更创立更新子李希文史哲学研究社，并担任 HK026 特约主持，应香港置业邀请为客席风水讲师等等。一向对紫平八字和紫微斗数有兴趣的他，曾经跟随多名国学大师研究易经，其后更在日本受到阴阳学的熏陶和启蒙。根新子本着活到老学到老的宗旨，以客观理性角度处事，非将任何事都与鬼神混为一谈，悟出一套非迷信、科学及理性的现代套命参考术，敢为有缘人道破玄机。男女命造虽早已定，大运流年却可用性格、习惯、风水及行善修来扭转，颠倒乾坤，星移斗换，跳出五行，超越三界。天官遁甲入羊群，月海青龙是要寻。秉见智系为官贵，丁见有系无率寻。己用卯系根而害，身起身系任害人。六贵之日逢见午，必作朝廷遣待人。今日真系好多人嚟到啊，而气氛亦都非常之热闹啊！而家我就去做嘢啦。排队前来与更新子交流嘅街偶都唔少。大家都知道相会的片刻是不可以用金钱去衡量的，所以都很珍惜彼此之间相聚的机会，直至大会清场仍然有有缘人前来。我们一起看看当日的情况吧。心意的日子啊，如果即系帮我哋睇翻对
我哋自己有冇冲撞嗰方面，都帮我哋筛选咗一啲嘅自己。我的 Kim 在这里多谢大会的邀请，和远足天下间的有情人皆有天成的 Cheers。